哎呀，买个便当要40分钟啊！哎呀，真是的，折磨死人了。穿衣服啊，种穿过，无法做。后摆你啊，穿种白啊，看着人哦，你是白偌远啊？30公尺哦。没有，三十公尺。你是爬100公尺哦？前面有。有几个？有100个。还是1000个？6、7个，7、8个吧。啊，7、8个要排30分钟哦。你跟我讲有必要吗？是我在用的吗？你十一点二十就到那边了呢。11:20才走过去好不好？走路不用算了。哦，对啊，你走路来回不用算了，来回也要几分钟好不好？啊，对啊。所以走去那边要1个小时，等了20-30分钟有了。哦，等了30分哦，那边等了30，然后总共加起来40分钟。OK， 好了，这个是75，有没有就涨啊？没有75。这很快应该要破百了，这很快就要破百了，先吃猪排了，很快要破百了啊！马总，现在很惊哈，天气越来越热了。吃个便当也要排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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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来吃看看，它就是味道就是。他家。什么事？他家肉排不，猪排不不单卖啊。他不单卖、啊。暂停，而且暂停不。单卖啊。嗯，暂停。他有在单卖的吗？肯定有的啊。那会单卖的人应该少吧？不会有啊。它的独特就是那个烧油膏啦，哈，油膏啦，现在75了，重量你觉得可以吗？跟上次差不多吧。我看一下重量，应该差不多吧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啦，都一般般啦。好啦，就分享到这边啦。这件是好吃的，只不过，哦，狼到嘴，五到嘴啊，打到天荒地老。OK， 影片结束，拜拜。